在2017，我最想感谢的陌生人是，有一天半夜我在家，然后点了一个外卖，碰巧又是一个大雨天，然后我特别想感谢当时给我送外卖的外卖小哥，因为当时他给我打了两个电话，第一个电话他跟我说，因为是恶劣天气，然后让我不要着急，他一定会尽快送到。第二个电话他又给我补上了，说让我放心，一定不会把菜品，有所损坏。然后在这里，我想对他说一声，谢谢。